第2120集。因此他去挖名山，寻找失传的妙术，要得到古往今来排在前三甲的无上法，修成不败身。然后有传闻出现，他九死一生真的从一座名山中挖到了至高妙术时光经。据说五疯子当时真的差点死掉，身体破破烂烂，满身是血，从几座名山间逃亡，终有所获。现在这事儿对上了，正主上门来捉五皇了。我去，天哪！此计莫要说是他人，就是堕落真仙以及最古时代的老究极也都是头大如斗，彻底的毛了。很难想象这个矮小的老头到底是什么年代的生物，究竟属于哪个纪元，他居然是时光经的主人。挖名山不祥，可能会惹出禁忌生物，当年就早已有这种传说，远在史前时代就有这种说法。所以阳间名山虽不少，但是却没有几个大教与门派敢去彻底占领。纵然是阳间十大道统，包括佛族、恒族等，也是先人付出流血的代价才占据了自家现在的宝山。而在阳间，有些山虽然沉寂，没落无数个时代了，可是却始终没有人去碰触，不敢登临，因为心中发怵。现在应言了，名山不祥，当真是不可挖。顾老说的没错，有老怪物惊悚，心中念叨：难怪有个说法，阳间是躺尸地，也是还阳之地，还真不是虚无的传说。他想到了这则传言，我当初放在山腹石桌上的一卷还未写完，已近乎腐烂不全的手稿被你拿走了吧？盗取也就罢了，为何朝我小睡，扰我梦境？老者轻语，但是这听到众人耳中却如同炸雷一般，那可是史前的旧事了。他却认为不过是小梦境片刻，持续到现在，而他到底睡了多久？矮小的老人说话声音不高，似在呢喃，萦绕耳畔，但那是规则，是至强秩序的体现，让所有人都魂光大圣，但又身体冰寒，筋弱寒蝉。他很普通，看起来浑身粘着土，但是却震慑了天上地下。无论是堕落真仙，还是腐烂大雨级生物，亦或者是成道多年的老究极，全都头皮要炸裂了，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压力。尤其是这一刻，天不怕地不怕的五疯子，号称五皇的凶人，迅速倒退回来了，回归战场，更增添了一种妖鬼的气氛。这是什么年代了？小睡片刻，一觉醒来，已不知今夕是何年。别怕，我不会伤人，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别管我。矮小的老头开口很和善，并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低语声喃喃音已经不是最强盗贼在回荡了，归于普通。然后所有人都感觉魂光不再大盛，不再莫名发光，一切都恢复正常。同时人们有种直觉，他似乎不是虚言，并未要威慑众人，不是带着恶意而至。他到底睡了多少年，只是小睡，便跨越纪元到了现在吗？没有人敢回应他，真的很怕这种不可追溯源头的生物，太摄人了，沾染上的话，哪怕只是气息，都多半有大因果。同时下一刻，人们还是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他们看到了什么？五疯子面色竟然苍白如纸，对这个老人忌惮到极点。矮小老者一声轻斥，右手向前点去，一片朦胧的光笼罩五皇，将他彻底覆盖在阴韵光雾当中。既然你学了时光经卷，那也是缘。我在睡梦中忽然悟透了更多，
有完整篇章，随我走吧，传你全部。武疯子是何等人物，霸道盖世，唯我独尊，从来没有屈服过谁，现在自然不会束手就擒，激烈反抗，但是毫无效果。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居然迅速缩小，从一个古铜色的凶人猛人武皇化为一个童子。这震惊了所有人，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老人随手一点就将武皇给打到了童子状态。现在的武皇哪里还有霸气冲霄气吞寰宇的姿态，他成为一个唇红齿白甚至比楚风还青葱还幼年的准少年。一些史前的老怪物初见这一幕时，看到大凶人成为稚童，本能想笑，可刹那间通体冰寒，从头凉到脚，这实在是太惊悚了。武皇都无法反抗，没有一点挣扎的资本，换成是他们，多半更加不堪。几位最强姿态的堕落真仙也都是头皮发木，感觉魂光都要炸开了，这是何等伟力呢？将一个绝顶真仙级的武皇随意揉捏，实在是最可怕的事端。走吧，我缺个道童，即使你吵醒了我的小睡，也算有缘，随我回山去准备渡机缘大劫。矮小老头开口，抖手一扔，短小的青色道袍就飘落了过去，要落在武疯子身上。疯了，所有人都觉得太疯狂了，阳间的武皇要被人收走当道童，震得众人有些晕眩，魂光都要颤十颤。武疯子大吼：不自由，吾宁死。可是他现在是孩童状态，怎么看都缺少了一些气势。他被人点化，从气魄惊天动地的皇者沦为一个稚童，眼角都瞪裂了，怒发冲冠。武疯子长啸，浑身光芒大盛，有正反时序演绎，然后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再次向着青壮变化而去。哎，有门道，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结合那位女娃的法推演出我这篇时光经文腐烂掉的残缺部分，不简单，有悟性。矮小的老者点头，同时再次开口时很推崇夭夭所掌握的时光道则。那是出在天地之手吧，不愧是真正公参造化的人杰所演绎的法，佩服啊，了不得呀，隐约间我看到至高的身影活在这部法中。这种话语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都深感惊骇不已。这是所处高度不同，所见到的景象也不一样。有至高活在这部法中？嗤的一声，老者再次点指过去，武疯子的挣扎没有意义，直接又化成道童，这次很彻底，连道袍都被穿上了。怪龙嘴贱，有点萌啊。贱兮兮的开口，并在远方冲楚风与老谷挤眉弄眼儿。这胆大包天的龙，也就他敢这么乱说话。老谷认真点头，不发疯的话确实是可爱与漂亮的好孩子。他之前被武疯子压制过，老谷心眼儿特小，自然记仇了，现在也忍不住嘴贱。众人都无语，无需放不下，认真说起来，你这一脉与我这一脉弄不好是从一个坑中爬出来的，所以你我也算有缘，来吧痴儿。身体矮小的老头和善的开口，劝武疯子归于他坐下。这惊呆了所有人，从一个坑中爬出来的。有人隐约间知道武疯子师门的根脚，一阵阵惊悚，这都能遇上吗？有堕落真仙级生物都感叹，阳间名山多座，有些果然不可触动，
不能轻易的接近呢。亿万里地之遥，超脱阳间外，某一片虚空中，狗皇在沉思，而俯视则拍了拍他的肩头，知道这株根脚吗？与你追随的天地有关系吗？同时，是用时光经文的主。